觉，睡觉，睡觉，好好睡，好好睡，别中暑啊，来睡觉，睡觉。这次怎么就不爱睡了呢？这次上电视台，你高兴还是害怕呀？多好啊，来睡觉。睡觉，小霸王，睡觉，小霸王。睡觉，师哥。韩佳莹刚刚离开，小鳄鱼便清醒过来，而他并没有发现，仍然认真地进行着下面的挑战。这次怎么不爱睡了？你一定要好好睡啊！来睡一觉，小霸王，睡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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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霸王，睡觉，小霸王，睡觉，睡觉，眼睛闭上了。看看那个鳄鱼的眼睛是什么样子。龙大侠睡觉，龙大侠闭上了是吗？睡觉了，龙大侠睡觉了，龙大侠。前面四只小动物都已经睡着了，而笼子里的小鸟却非常活跃。韩佳莹能够成功安抚小鸟，顺利入睡吗？铃铛，铃铛，过来，夜水，夜水，铃铛，小铃铛，小铃铛，快睡觉，铃铛，是不是怕光啊？那姐姐给你蒙上吧，铃铛。铃铛，铃铛，怎么不爱睡了呢？睡觉啦，小铃铛，睡觉，铃铛，铃铛，铃铛，睡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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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哎，抓得回来，还抓得回来。睡觉，睡觉，铃铛，睡觉。他这些都是我。那姐姐给你蒙上吧。